灯泡厂。浮梁县古树群保护碑，邓村，邓村，到我真的老家了，我来寻祖了。我现在找一下我们的门牌号码。大哥，问这地方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老村村委会。到我真的老家了。天宝照明厂。照明厂。哎。这门牌号这里。这里啊。夏夏，哟，大姐，这个拿回去做什么？盛菜呀。盛菜。盛的。哎，听懂兰州话不？兰州话听懂不？听不懂。你不认识我？待会儿会搬回一城的。你喜欢邓超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也喜欢他嘞？你不喜欢我拍我？不。来，好好拍一张，合影啊！合影。来，合影，我帮你拍。来，我和一个不喜欢我的人合影，还逼着别人合影。